好，紧接着再来关心宾拉登被美军海豹部队击毙，那么现在遗体呢已经从他藏身的这个豪宅被带走了，海葬在北阿拉伯海。那现在呢，美国情报人员也公布了在豪宅搜到的五支录影短片，那虽然呢内容是被消音的，但是其中有一段最特别的，可以看到呢其实宾拉登是拿着遥控器在看电视。那现在呢美国情报人员也用不具名的方式公布这五段录影带。